好，溜了溜了，拜拜，截完图了吧？溜了溜了溜了，走了走了。哇，2000多个人。Hello， 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大家。就这样。噔噔噔噔。行，超级小狗。什么？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没事啊，我们还有人吗？没事啊。啊，超级小狗不值钱是吧？知道你不值钱，确实不值钱。嗯，太值钱了。好，我们还剩两位嘉宾啊。这什么？不知道，不认识。呀，谢谢谢谢，青春福马的嘉年华。还有一个是谁？还差一个谁？那么这一时间我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开场。我是为什么抖音还是没声音啊？你抖音没声音，你抖音啊，西巴 brother， 你是不是转接器啊？他听，等会儿，我抖音还是没声音，我还是听不到他们说话。哦，现在有了，好了，有声音了。有声音了。OK， 那么谢谢妍妍。那么这一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欢迎大家来到我们8点钟到10点钟的2月14号啊，心动繁星栏目。我是本档的灯泡，不是，我是本档的主持，我是本档的主持既然啊。六。那么这个我们给大家讲一下今天的这个游戏规则。一会儿呢，我们会做几组小游戏，在小游戏中间我们会穿插一个抽奖环节。那么抽奖由什么来开启呢？由我们的点赞数量。每当我们点赞到一定数量的时候，那么是多少数量呢？220万、320万、420万以及520万点赞都可以开启一次抽奖。520万的时候将会抽出一个终极大礼包，啊！所以大家在看节目的时候一定要小手不断的。双击屏幕，好吧，我们把这个点赞给点一点，并且今天晚上全场分数最高的三位男嘉宾将获得魅力男明星称号，并且将获得一个月的什么奖励来着？一个月的听你的会员表情，然后。什么是会员表情大家都知道吧，对吧？就是以后你开通了繁星的会员可以发你的男明星专属的应援表情啊。 V
为期一个月。那么现在有多少点赞？后台管理私聊我一下，现在有多少点赞？我们从现在开始算啊。现在多少赞？还是直接开始抽？米斯卡，莫斯卡，莫西莫西，花不拉几。谢谢小千，562是吧？谢摩托，谢小贝。那我们就算现在是500吧，送大家600000。送大家60万，从500开始啊，500就是零。那么第一个220万赞是什么时候呢？就是720万赞的时候，我们开启第一次抽奖。OK， 那么在开场之前，有没有哪个哥哥想给大家唱一首符合我们今天主题的歌曲呢？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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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有，那我点名吧，弟弟唱一首情歌吧。啊，来吧。六，唱个这个，昨天没有唱上的，今天唱一下。哎，我为什么打字它不出字呢？我再看一个，你问问神曲海螺。嗯，神曲海螺跟我说，嗯，他不知道，他没那么神奇了。能不能跟我说两句话呢？我、哦、我在拿伴奏的，有点曲起了，有点曲起了。在拿伴奏的，嗯，中间呢会稍微有点尴尬，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想缓解一下尴尬，想对大家说的话呢？嗯。嗯，那就阿红，我爱你，我想你，我每天想你想的睡不着。六，好，我好了，好的，帅，好，你接，好，唱个专情吧，给大家。成长中最最难忘的经历，依旧会更努力让
让我的音乐成名，最后再像陌生一样消失在那人群。如果酒也没喝多，忍不住想对你说，如果你世界没我，算不算是一种解脱？等不到要的结果，那就不必再折磨。我可以一个人写，可以一个人好好生活。那天我酒也没喝多，忍不住想对你说，如果你世界没我，算不算是一种解脱？等不到要的结果，那就不必再折磨。我可以一个人写，可以一个人。希望大家都能遇到一个对自己专情的人，好吧，谢谢大家，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来吧，给我们的燃灯泡，燃宝姐，我是本档的主持，我不是灯泡， OK， 好，那么这一时间我们可以先发出第一个福袋了，第一个福袋里面呢一共有十份，具体是什么礼物呢，给大家保个密啊，好吧，反正是这两天咱们直播间抽过的礼物，蛋塔蛋塔蛋塔，呼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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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塔，一会儿咱们会开始游戏啊，游戏结束以后会抽第二个福袋啊，今天的点赞我们直接就是点到1314万抽终极大礼包，剩下来的我们就在游戏的过程中穿插着抽，好吧，有没有可能点个5200.0赞呢，5200万嘛，也不是不行，好吧，5200万，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我们5400多个人，5500个人，一人点100个就是5000，不对，一人点10000个就是5500万了，问题不大。第一个福袋里是手环，但是呢，是不是？你们喜欢的男明星对应的手环呢，这个大家可以许愿，好吧，抽中的粉丝可以去联系一下我们的管理，主动去联系一下，把地址给他，并且说你想要谁的，一定要主动的去联系，主动的去许愿，如果没有主动的去联系去许愿就作废了，我对灯许愿，厅里六个人的都想要，联系繁星社小秘书，谢谢徐炫，来，哎，谢谢给我们送礼物的姐姐们，这个繁星璀璨，给你们看一个新礼物，浪漫嘉年华啊，这就是传说的浪漫嘉年华吗，鬼鬼，哎，低调啦，好好看啊，哎，恭喜我们今天第一个魅力男明星出场了，他是谁呢，他是不啊，第一个完成任务的人出现了啊，不，还差0.1，好，我们这个福袋抽出来了吗，我们左上角福袋已经发出来了哈，大家在左上角点一下福袋，记住参加一下福袋活动，主动联系，主动联系繁星社小秘书，是我们大德号的唯一关注啊，去联系繁星社小秘书，去给他说一下你们的这个地址以及你想要谁的手链，是的，千万不要忘了哦。 OK， 鬼鬼任务过了，今天的第一位魅力男明星看样子出场了啊，他就是我来宣读一下中奖名单，分别是静待清欢、肉丸子、嗯啊，这个人叫嗯啊啊 ，MUA， 听谁呢？晶晶 F 五小闪电，冉冉本雨，然后这个叫不应冰，老秦的牙套，等待小骨头，然后还有欧泡果奶七于静，好，一共10个人。OK， 恭喜以上中奖的小闪电们，我们大家在这里祝所有人今天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然后情人节快乐，大家记住一定要去主动私聊、啊、我真的不希望你们的礼物被作废掉，一定要主动去私聊，一定要主动私聊，主动私聊，好，
那么我们开始第一个游戏吧。第一个游戏的名字叫做《心有灵犀》，我们两人一组，一人描述，一人猜。值班管理会私发，其中一个人这个我们需要猜的词，另一个人描述。这个游戏大家应该都玩过啊。我来，是我来分组还是你们自己分组呢？咱们就一二一组，三四一组，五六一组，七八一组吧。今天是个人赛，好吧？啊，也不是不行，这样我们大家好看一点，好分一点。好，那管那第一组先出场吧，我和鬼鬼来吧。阿 K， 鬼鬼，哎，啊，你猜还是我猜呀？我这声音听着怪不赖。他把词发我了，你猜吧。OK， 啊，那我给你描述一下。嗯。就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是跟我们的繁星社的灯牌是一个颜色，透明。哦哦哦，不是，现在灯牌红色。啊，然后呢，它是今天在今天这个重要的日子里面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个东西。玫瑰花 ，OK， 答对了。来，管理给我们记一分，记一分。手机、啊，谢谢星辰。我们这三分加一分，非常简单，这只能说明多多少少是有点心有灵犀在里面的啊。来，下一组，悠久和小陈，对，哎，他的词已经发给我了，小陈，哎，三个字，然后，嗯。前面两个字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好的寓意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喜乐，什么喜乐，啊、哦、啊、哦，然后呢？你说出来呀，然后呢？平啊、哦，百事喜乐啊、嗯，然后他百事喜乐，最后一个字是，衣服上的什么东西？哦，平安拉链，屌屁，嗯，衣服上。嗯，那我过了吗？声音听着怪啊，那没办法，大家忍耐一下吧，没办法。猜对了是吧？小陈挺聪明的。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好，那我们来到这个下一组。是不是到我说词了？是你说吗？你发词了吗？嗯，给我发词了。这个词非常简单啊，我只用一句话来描述啊，我只用三个字来描述。啊、嗯，三千块。嘉年华啊 ，good 啊，说白了就是 good， 太简单了这个词，啊啊啊，这就是真离谱什么？真离谱，就没有人猜不出来吗？默契，这就是默契，默契，懂不懂？默契，非常默契啊。OK， 那么这边压力给到我们最后一组听分和声线，来吧。嗯，那词儿翻我了。我说你猜吧，公主，你能不能先，你啊、哦、啊，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三个字，枸杞用什么装？用嘴装。用什么枸杞？用洗澡水泡。肯定是意大利泡啊，一点默契没有，你洗。我觉得应该是炖脚吧。枸杞炖猪脚。嗯，不是菜啊。好，这一组声线和听分公主这一组是零分啊，漂亮，这么快啊？你们这么快吗？那给你再猜一次，这么快结束了吗？你再猜一次，我再猜一下，我再猜一下，你再说一下。瞎呀，你看看公屏行不行？用保温杯，保温杯里泡枸杞。你是保温杯吗？你是那个盲人公主吧？不，我是美丽漂亮善解人意的公主。看公屏，看公屏。公平，这届粉丝太聪明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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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好，六，你们零分。那么这一题的答案是不是哈哈哈呢？那么这一题的答案它肯定不是哈哈哈，因为我们的词库里根本就没有哈哈哈。怎么咱们也得是个名词吧，也不能是一个哈是什么词，语气词吧。那么。我们现在来换一下，换另一个人来猜，好吧？我每一组换一个人来猜。这一组管理把词给到鬼鬼。
让我看看是什么词呢？我现在声音听着还怪吗？我现在声音怪，你好像没有声卡，你是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接入的那个错了，就输入通道错了，上麦的时候点的是什么显示器的那个通道之类的。哎，我也不知道啊。没事，我们继续进行吧。好，来，好，两个字啊。不是不是，古龟。嗯，那个词发到群里了，你看一下。群里了？周哥不单独私聊我了吗？词发到群里了。这个呢是三个字，来吗？就是说呢，就是我一说你就知道啊，三个字，大哥的成名曲。大哥的成名曲。我在巴黎某个角落和某人在等日落，提醒显人的逞强煞是显人的火车。夜巴黎，夜巴黎，而且 Night 巴黎 Night 巴黎，这太简单了。大哥平时就是爱起点脚。大哥这太简单了，大哥不是有新的那个成名曲了吗？昨天晚上还唱了一下。他昨天唱什么来着？我忘了。我也忘了。我饮酒啊啊！我饮酒，点孤灯，点孤灯。我饮酒。那么来，现在轮到这个小陈出题儿给369猜。哎呦，出个什么呢？就是管理给到词了吗？给到了，给到了。好好，你来吧。你说我们会结婚吗？然后结婚的时候呢一般就欧文调，就是什么欧文调啊？结婚的时候欧文调彩礼八万哦，恩调，恩调。那你结婚的时候你唱欧文调也没关系啊，那你欧文调的时候你结婚的时候是不是得穿点什么呀？是吧？我穿那个，我穿啥？我穿大裤衩子，我穿那个身披尿素袋，脚托易拉罐，黄金切尔西，知道吧？结婚肯定穿 JK 啊。没事没事，你穿切尔西。结婚当然要穿背心了，身披尿素袋，脚穿易拉罐。穿结婚的时候啊，那个女生啊穿的那个啊，那个是什么呀？旗袍。是什么？旗袍。啊，旗袍。对，旗袍，红色旗袍。两个，是两个字。啊，我喜欢旗袍。你喜欢旗袍？哎，一般是那什么？一般不是旗袍，是那个。你不行，换一种描述方式呢？对，裙子。一次机会，裙子。那个，咱们结婚吧。然后里面洁白的喜装捧花。洁白的婚纱，洁白的手捧花，一瞬间都刹那。你和我的他，什么？洁白的什么？手捧花，婚纱。OK， 洁白的伦巴，洁白的伦巴，洁白的桑巴是吧？桑巴，好，给你们也加一分。来，这个元宝出题。我这给我发词了。我形容的比较简单。嗯，你说吧。小女生小时候玩的玩具。小女生小时候玩的玩具。魔法棒、挖掘机。哎，挖掘机。小女生小再换一个呢？擎天柱、汽车人。再换一个。奥特曼、新东方、霸王龙、恐龙蛋。能换衣服。剑拿取鸡蛋。梁子涛。能换衣服。小狗能换衣服的话呢，那肯定是什么娃娃？什么娃娃？吉娃娃。吉娃娃，吉娃娃确实能换衣服，吉娃娃还挺能换。那答案就是芭比娃娃。换个形容词。好聪明啊！芭比娃娃也不对啊。换个形容词。大芭比娃娃。雷比娃娃。小芭比娃娃。字儿多了。一米娃娃，二米娃娃，三米娃娃，四米娃娃，五米娃娃，六米娃娃，七米娃娃。不是芭比娃娃的话，那就是妈比娃娃，芭比娃娃，就比娃娃。换一个，洋娃娃，聪明。有没有土娃娃？我喜欢土娃娃。
啊，我喜欢狼娃娃，弟弟我喜欢水娃娃。弟弟他的眼睛看公屏，快马上眼珠子给看出来了。喜欢看，喜欢看，把你眼睛给你贴公屏上。啊，那么我们这边云豹和弟弟队也得一分，那边这边听风和声线队，来、看有没有翻盘的机会呢？来吧，出来，带刀侍卫。他没给我发词儿。他肯定没给你发词啊，因为他给我发的词啊，你有毒吧？我说你猜，行，来来啊，就是如果说啊，就是我拿着一件武器，然后把你逼到了墙角，这是什么呢？壁咚啊？不是，我拿着武器，你怎么都能猜对是壁咚呢？类似手套，改面罩。那不是你都给我怼墙角上，那不还是你是不是给方舟？你是不是给方舟塞笨子？没有、啊，我拿着武器给你怼墙角都能猜。就是蕾丝手套，就、蕾丝手套，是壁咚，是壁咚，是壁咚，很厉害，很厉害。六，这个是六，是壁咚，六是壁咚。拿着武器给人壁咚，所以我比较了解。拿着武器壁咚，是的，我也不知道他脑回路是怎么想的。谢谢你们私下里都玩的这么，一般情况下来讲，拿着武器的话应该是刑事案件吧？你们私下里都像这个样子玩吗？但上次我没拿武器，好像听到了什么不该听的话。六，好，那 OK， 那我们最后一轮，最后一轮轮到我先给这个鬼鬼形容啊，就是，哎，怎么变成这个币了？琴棋书画，一直摸你肚子，就是，四个字。我这么看得起我吗？四个字，怎么形容呢？这是一个成语，是一个形容人，形容一个人的成语。也就是你形容六九会用什么成语呢？形容六九六，我听到了，我听到那个声音了。就是他跟你莫名其妙的。发脾气啊，摔东西啊，七九八九，帅气逼人，能干就干，不能干滚。比例调零，再想想，再想想，比例调零。他跟你莫名其妙的跟你发脾气，跟你摔东西，跟你说，哥别摔了，哥我错了，你就给我滚。哥别摔了，哥我错了。哥消消气，哥喝点水，哥别调比例。成语，突然发脾气，会是什么呢？会是什么呢？看到我机智的小脑筋，我小眼睛眯缝一下，那他肯定就是无理取闹。OK， 公屏给的答案还是非常准确的啊。那 Yep， 那么现在到我们的六九和小陈，来吧。喂，在吗？好，我知道了，这个是鸦雀无声。这个词的话，鸦雀无声，对，首先它是三个字。小陈，我要先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来繁星社的？八月。OK， 那这个事情如果你关注的话，一定会知道，这是一个事件，发生在繁星社某主播直播时的事件。就是说有一天有个人去别人家那个洗手间就是塞住了啊。你听得懂吗？你小子啊，话少点说。就是洗手间塞住了啊，你听得懂吗？洗手间吃饱了啊，吃饱了，吃撑了，咽不下去的那种。洗手间吃饱了，咽不下去的那种，噎着。嗨，吃饱了，秘制小汉堡，快，三个字，三个字，去厕，味道好极了，就是、某主播去厕所。不，这你不用管哪个主播，你就是就是这个事件，就是洗手间吃饱咽不下去了，大腹便便，吃饱咽不下去，我是老爸，吃饱不是人咽不下去了，
啊、哦，马桶咽不下去了。我是老六。什么？不会吧？实在猜不出来，咱们就过。九、八、七、六，不能翻了，我就成了。四、三、二、一，是。什么？堵马桶？一、啊。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是谁的计谋？这公屏一直特效，我看不到了都。你是手机接的？对，我是手机。怎么回事？啊，这你说这个这个算还是不算？猜对了，算你们猜对了还是不算？猜对了，猜到倒数第二秒的时候猜出来，怎么能不算呢？那对啊，那肯定能算、啊。哦，好吧，那就算吧。来，那这样到弟弟和云宝了，到我了。来，云宝，请接题 啊、嗯。这个地方呢？如果我不开玩笑的话，在座的各位应该都去过。嗯，继续。嗯，就是更有甚者，就是我每天还在继续去。老八美食大饭店，你住口！啊，就是宠物店、里面呢有一堆志同道合的朋友。火葬场，宠物店。是三个字儿。然后他们会跟你，他们会跟你抢饭吃。宠物店，火葬场，饭吃。宠物店，对，他们会跟你抢饭吃。宠物店，火葬场，跟你抢饭吃，宠物店，跟我抢饭吃，火葬场，宠物店，一个充满欢声笑语、鸟语花香的地方，宠物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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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火葬场不能是宠物店，动物园，火葬场再来，不是，就是鸟语花香，什么地方养花了？是环境优美，动物园。操场上还有人，一二三四五，动物园，还有操场，游乐场，动物园，你每天都去，还有操场，我每天都去，动物园，还养花，对，鸟语花香，花果山，幼儿园，花果山，我每天都去，花果山，孙悟空，我已经听到正确答案了，动物园啊。他老了，不是动物园，什么动物园？鸟语花香，有操场，有朗朗读书声，还有人跟我抢饭吃。朗朗读书声，学校吗？什么的早上？不是，我要去，我是宝宝。幼儿园？对，你五岁了吗？啊、我五岁半了，我还要去幼儿园呢。我五岁半了。啊、你你什么意思？你这三个点是什么意思，吉人？虽然你没有说出来这三个点，但是我感觉到这三个点了。没事，你虽然没说出来这三个点，但是我感觉到这三个点了。没事，没事，没事。来来来来来，我们直接进入到最后一组，云马和声线来。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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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的声线来。哎，好。Okay. 我说你答案，词在我这儿。我亲了山鬼还有弟弟一口，云宝和六九会怎么样？怒火中烧。喜笑颜开，烈火焚身，完毛泰、俩字儿，俩字儿，一种情绪。还要那女孩靠得太近了，呀！我应该你住嘴！我应该会比较开心，但是呢，我又怕你被网暴。埋了，你要说开心的话，应该被网暴的是你啊，不是我。埋了，吃鱼。我这个只是一个假设。那你亲了，那你都亲了，你为什么会是我呢？亲是一个形容词，是一道题，不是真亲。我会你就说他们会怎样吧。我为什么会吃醋？他们会怎么样啊？他不是问的是我呀、你是说云和弟弟会怎么样？云和六九啊。云和六九会怎么样？云和六九会，首先排除掉他俩会亲在一起。用排除法呀，首先排除他俩会亲到一起啊，会爆炸。我跟小云饮酒点灯点孤灯点灯饮焚香品茗对弈，品茗对弈，快多说两个词儿。炸毛是吃醋提刀啊 emo、对对对，吃醋吃醋吃醋、啊，答对了。那么我们这么三组游戏下来，哪一组是得分最低的？我想想，那肯定是第四组，好像是第四组吧？啊，那就是咱们怎么奖励一下他们呢？你们想一下怎么奖励？我在这儿再插播一下。请问是六个人？请问是六个人一人出一个惩罚吗？不，我们六个人出一个就行了啊。我们再插播一条广告，就是
大家记住了，我们点赞千万不要停，我们到13140点赞的时候给大家抽出终极大礼包。还有呢，就是我们在9点钟的时候将会换一名男嘉宾上来，就是我们现在到9点钟场上面分数最低的男嘉宾要换一位，好吧，大家说一下，还是有一点点这个竞争的压力的。毕竟我们今天是争夺繁星魅力男明星的，魅力男明星，对。OK， 而且我们下个小时呢要开启我们厅内的心动模式哈，就是我们分高者头上会有一个小星星来代表他是我们现在暂时的魅力男明星，好吧？对对对，然后这个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魅力男明星的前三名会有繁星社会员专属表情，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繁星社开通了会员以后，你可以发出来应援你们家哥哥的这个表情，专属表情，很有排面啊，很有排面。哦，如果我拿到了，我一天24小时，我排25个小时在厅里。哎，好寂寞 啊！站在山顶上好寂寞 啊！山顶上风挺大的，别着凉啊！怎么回事啊，鬼鬼？鬼鬼，别着凉啊！怎么回事啊，鬼鬼？多穿点。好寂寞啊，无敌真的是很寂寞哎。你们有没有想好怎么给奖励他们两个呢？这样吧，听风和声线一人一个惩罚，好吧？行，可以。我来罚听风，那个重庆挺热的吧，听风？重庆挺热的吧？重庆热吗？挺热的吧？这两天应该热起来了。没有，这两天重庆还是有个几度吧。但是热不热？冰箱里社长说热了就是热了啊。冰箱里有没有喝的？冰箱里有喝的，有水。有水，瓶水，有水，行，有水。那你就是，拿一瓶放嘎桌底下，放哪儿？放大家不要发了啊！开火车的话，一会儿我们打完我就给大家开，好不好？好不好？我们先进行我们的这个环节。好，然后呢？没有然后了，已经放了。就放下面就好了，就这个惩罚，就这啊，一边一个，然后放到惩罚完声线，你就可以拿下去了。就这啊，行。啊，我以为发声线吧，我以为要把水烧开呢。嗯，我这个怎么惩罚？来吧，你也拿两瓶，这样你俩谁都接受不了了，就得一直夹着吧。拿两瓶什么？就是冰水是吗？然后，对对，大家想一想，好。你这样吧，你就说三遍，你说我好想喝听风夹的这个冰水、啊。哎，这样吧，我来。这样你说。谢谢。你现在来我的二丫，然后我俩合唱一首歌，我唱正常的，然后你一句低八，一句高八的唱。才6万分，你别出惩罚，让山鬼出吧。鬼鬼，听到我刚才的惩罚了吗？打上风吧！六，这整不了。我来了，六九啊，轩轩，你出，但是你还是没有山鬼高啊。不玩了，现在可以了吗？气氛尴尬了吗？不好意思啊，不玩了。来分，还差点，鬼鬼出一个，我看你俩谁惩罚能轻一点，我就做哪个，行不行？来个选择题。我的惩罚呢，要是我选的话，弹十下牙齿，然后必须让大家所有人都听到声音。六九真好，那我去 YY， 我去那个浣熊，六九分真高。主要是气质上比鬼鬼要强势一点，我喜欢。我听六九的。进去。低八度高八度是吧？我来了。社长，把这边麦闭了。你们准备一下啊，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时间安排。8:55。开麦说句话。喂。OK， 有声音了。好，那么把麦交给你们。一句低八，一句高八，懂了吧？是哪首歌？我放伴奏吗？你放吧，歌名叫《爱如火》。
我们在情人节当天一定要唱出来一首，对吧？就气氛如歌，气氛如歌名的一首歌，好吧？谢谢欧欧。是，那你唱哪个部分？我唱哪个部分？你别管，就是我唱一句，你下一句就第八，然后我再唱一句。那我听不到你唱。那你开那方吧，我闭麦。哦，行，等一下。哦，行。呜噜噜，呜噜噜，呜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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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然后我得他点赞不要停。无敌是多么多么寂寞。好了，来吧，好了，来吧，好了，来吧，好了。多么恐惧。哎，能听到我的，能听到我声音吧？应该可以吧？能听到六九的声音吧？可以的，应该可以。你看一下你那个伴奏条动不动？动啊。但是我没有听到。OK， 那我来了。OK， 咱们能听到。听不见，我也听不见。没有伴奏声音，有人声。对。现在有了，有伴奏了，有伴奏了。一定要高上去啊！好，心在跳，是爱进入烈火。你在笑，爱成了神话。爱如火，会温暖了心窝。爱，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心在跳，是爱进入烈火。好的，2023年2月10日，北京时间8:41，下面呢，我们繁星社的出了两位精神患者，以下是我们精神患者犯病的症状，大家请谨慎观看。最后这一句是高的吧？是高的吧？是的，是的。你要比原调还要高8个度，再来一遍。是的，是的，再来一遍。心在跳，是爱进入烈火。你在笑，疯狂的人是我。心在跳，是爱进入烈火。你在笑，疯狂的人是我。爱如火，会温暖了心窝。我看见火焰闪烁。哎妈呀！不是我，我有点想笑啊。满意吗？就这样吧。哎，主持，主持，我有点想笑啊。我觉得这个三麦就是他们有没有发现他比声线都累，他唱的比声线都累，他是在惩罚声线，自损1200吧。你想消啊？想消，真的想消，想消，真的想消，确实想消，确实想消，还不如弹十个脑瓜门呢。主要是我听不到他唱歌。哎，现在你要不干上来一个，我没听到，毕竟是我出了惩罚，你不让我听到，你分超过山鬼我就听你的，这不能重来，已经罚完了。3秒钟，这下超过山鬼。三，你数三个数来，来，3.8，3.7。无敌是多么3.71，3.71。不玩了，下一个环节。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抽我们第二个叫什么来着？第二个福袋来着？对，福袋，我们现在准备抽第二个福袋。那么这次福袋里面呢是10个礼盒。好吧，这个、我来想一下，我们来想一下关键词吧。繁星社情人节就要来，繁星啊，非常朴实无华又浪漫的话，仅用一句话短短几个字就概括了重点。我看天哪，当初冉宝就是当初冉宝推出文坛，我是极力反对的。我也是，我觉得冉宝的文艺如滔滔江水之江江水水，江江水水，哈哈哈哈，给我都尬住了哈。文艺滚滚黄将来，就好像滚滚黄江。社长说的对，社长说的好。哎，大家准备抽奖？说啥了？说的好，没说也好。对，就是好。哎呀，这什么意思啊？来，倩倩。发福袋的过程中干来一句，就最后那一 句上去，对，最后那一句，既然把 BGM 一关，我看见爱的火闪烁。
我都没上去。尽力了，尽力了，真尽力了。再高，头要炸了。我不信，尽力举，尽力举。三天三夜，给我一个灭掉世界的高音。老弟弟想挑战一下。三天三夜。弟弟想挑战一下，来吧，来。不要，我就算了，我就不挑战了。我觉得你是有唱，就是唱高音的潜质在里面的，不管是从别夸我，有这样久的话，我真的会膨胀的。啊，三天三夜，好高，好高啊，有七八层楼那么高。六，来，我们这个中奖名单出来了。有一种不管别人死活都好听，除了第一句就是不太好听，后面的话其实也还不太好听的。好像只有一句呢，咱们就是说。啊，除了第一个字有点难听，后面的也挺不好听的。六，你要仔细听，冉宝，你要仔细听，你仔细去听里面的感情所在。然后发现鬼鬼不寂寞了吧？我现在不是很寂寞了，我现在看着六九的分数，我不是太寂寞。中奖名单呢？来，稍等一下啊，我要一下中奖名单。OK， 中奖名单来了，给大家来宣读一下。这一次中奖名单分别是心事说与山鬼听，奈何山鬼不识字、哦、啊，六啊，六啊，暴龙战士小七啊，小薇三六九闪电鬼啊，星玉啊，神仙的宝宝啊，勾 Z 秦九凯什么什么啊，文化有限，文化有限。小丸仔，小丸不是他那个字有点模糊了，看不清。文化有限公司。小丸仔，小丸仔，小骨头啊 ，Luna 小邓，下肢鬼，下肢鬼，还有扇贝啊，小闪电鬼鬼，线线家的小后期。好，以上十名中奖者中的是我们的礼盒，情人节礼盒。大家记得私聊大头号的唯一关注反映社小助理，把你们的联系方式，把你们的地址给他啊，千万不要忘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千万不要忘了，恭喜恭喜，给地址，给地址，给地址，恭喜恭喜恭喜你，反映社小助理给地址，反映社小助理给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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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说几遍。那么刚刚这十个礼盒就是我们 F5 一人两个的礼盒抽完了，后面还会有别的礼盒。咱们还有多少时间打架？咱们还有几分钟打架？还有几分钟打架？还有十三分钟，我们就要淘汰一名哥哥下去了。大家快救一救你们的哥哥！我忍不了了，我是撑不住了。今天我们的目标是，魅力男明星。等一下，等一下，我把我这个房间门反锁一下。啊，你去。我反锁一下门。你右边大招，你右边那个门锁不上，知道吗？啊，右边门锁不上吗？你把房间门反锁是有什么企图呢？要放大招，企图某些人气急败坏进来揍我，要掐脖子了啊！那你开始吧，你开始挑衅吧，还没到时间呢，怎么办？主持人，我们中间穿插什么？要不来首歌还是什么？是要唱歌呀，我的意思就是要么给大家先拉拉票，然后再唱歌，咱们还是唱完歌再拉票呢，那就先唱歌吧。唱歌拉票也行，又唱歌又拉票也行。那我们就让现在这个分数最低的听分来唱首歌吧，好不好？听分在吗？我唱，好，凤凰，对 ，OK， 来吧，凤凰，要是情人节主题的歌啊，情人节主题的歌，嗯，好吧，那就唱一首甜歌。好，那你准备一下，嗯。这一时间大家千万不要忘了点赞，我们点赞点到1314万赞的时候会送出来一个就是终极限定大礼包。好，是的，点点赞，冲冲冲啊。 OK， 好，非常荣幸能在情人节这一天，我们繁星社陪着大家度过第一个美好的情人节。说着需要赶快恢复的信息，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有回应你。
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你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想有梦里的住行带我去远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才想和你心心 baby。 我开始美丽的奇遇，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都听你，因为学着和你前进，回忆并肩旅行，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希望你们可以遇到那个愿意陪你们去东和西的人。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想有梦里的住心灵带我去远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再想和你幸运 baby。 我开始美丽的奇遇，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都听你，因为始终和你前进，回忆并肩旅行，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我开始美丽的奇遇，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都听你，因为始终和你前进，回忆并肩旅行，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 OK， 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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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好听，好好听，好好听啊，仅次于我。哎，和你们一样好甜。那么还有最后八分钟，和你一样家人们，好听好听好听。这边压力现在马上我们就要打到点赞最高峰。我是鬼鬼，家人们点点赞。如果你们需要鼓励支持的话，如果那我会说，六九需要鼓励的话，我会笑着对他说，我闭嘴，是这个吗？不是。怎么有两个人看起来跟弟弟是隔壁班的呀？是弟弟隔壁班的啊，都是非常可爱的小朋友啊。今天我怎么感觉不像情人节，像儿童节呢？儿童节，打架打架，快点打架，快点打架，快点打架！来，现在压力给到我们的信信，信信要不要开麦拉拉票？还是说你也唱首歌来拉一下？那我也唱首歌吧。好，我唱不吧，不是的啊。好，大家点赞不要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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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那终极大礼包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OK， 那我来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终极大礼包里的礼物吧，怎么样？哦，那请问这个礼物是什么呢？首先是我们的一个保温杯和一个毛巾，就是白色的那个东西。哦，哇，天哪！其次是我们 F5 加大哥的定制灯牌。哇！总共六个，白色的毛巾是用，就是用我们就是有染的白色头发的这个男明星的头发织的吗？这个毛巾是他用过的吗？下一个，下一个呢是我们之前预热时候送的平安扣的手链，是我们一个手链加所有男明星的吊坠儿。还不如给我转200块钱呢！啊，你怎么说话呢？怎么回事啊？这是不是到我唱歌的多？好像是，好像现在不用，不太需要拉票了。打起来，打起来，我急死了。那么压力再次回到霆锋身上，
你们能不能开麦放点垃圾话，就是说哎，你要下去了吧，对对对放点垃圾话，你们五六，我先说点垃圾话啊，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情人节咱们鬼家军不争第一好吧，但是你们应该能懂我想争哪个名次，想把某些人压到哪个名次好吧，咱们这把不争第一，咱们只求好吧老三还是老三 OK 吧。好，我的垃圾话放完了，怎么就我放垃圾话，显得我自己很没素质，你们也放一放啊。 OK， 那小陈准备好了吗？OK 你准备啥了？谢谢，你准备某些人真没素质。我说的什么呢？我说的什么不要像那个谁一样说那些垃圾话就行了，你就是平和一点对吧。我这个怎么你声带辣椒了姐，你们给我上票，上不了票我就下去了，会不会说谁给我上点找个班上啊，听话。真的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吗？要不然你选一首把话藏在歌里的歌怎么样？好，真的和大家没什么好说的了吗？小陈，你唱那个，我就像个哑巴一样。我以为我们无话不谈呢。我唱个情人节甜的吧，好吧。行。首歌的时间正好，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正好。好。来吧。正好有繁星，有繁星。我喜欢繁星点点的夜空，我喜欢五颜六色的彩虹，我也喜欢深夜照亮星辰的那一盏路灯，我喜欢带来温暖的微风，我喜欢有你细沙的笑声，我也喜欢你用尽小心思的那一句好梦。今天为止想了你一千遍，爱你的话也说了一千遍，恋爱剧情我写了一千段，最后流放到你心里，明天就是第一千零一天，马上要说第一千零一遍，第二天醒来以后能听见第一千零一次我爱你。我喜欢小雨在耳边呢喃，我喜欢清晨迷夜的慵懒，我也喜欢一切与你有关的细碎的图案，我喜欢睡前你一句晚安，我喜欢醒来就是你侧脸，我也喜欢每刻与你相伴所有的瞬间。今天为止想了你一千天，爱你的话也说了一千遍，恋爱剧情我写了一千段，最后流放到你心里，明天就是第一千零一天，马上要说第一千零一遍，第二天醒来以后能听见第一千零一次我爱你。
爱你的话也说了一千遍，恋爱剧情我写了一千段，最后流放到你心里，明天就是第一千零一天，马上要说第一千零一遍，第二天醒来以后能听见第一千零一次我爱你。啊！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啊！嗯，完了完了，一首歌要把我送走了。来来来，听分，再给再最后、啊、最后拉一分钟票，六十秒倒计时，好吧？我们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六十五十九，三二一。看清楚，看清楚，这个小陈和你就是这种嘴脸了吧？小陈他不是没话，他是故意的，这小子一肚子坏嘴。有个有就是我前两天刚学到一个词叫白切黑，谁的礼物送大头了？刚才有个华子，有个华子是谁的呀？我的我的是小陈的，那个姐姐叫唐朝，叫唐朝，确定啊？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哦，好，霆锋，哎，霆锋，放，哎，再拉一拉吗？我。我，尊贵的梅赛德斯奔驰车主，我车都卖了，别叫拉拉拉，那拉拉拉倒吧，那就给大家祝福一下，然后我们短暂的，就是先退场吧，我们让雾再上来吧，好吧，声线。你明明可以让我很安然，就是很悄悄然的走下去，非要给我整一个欢送仪式，我真无语、啊。全人之间一二三名哎，最有魅力男明星哎，你不争啊，芳芳。最有魅力男明星啊，什么概念啊？想想以后你的那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啊！以后你们家的粉丝一进来，就是开个会员就开始发那个表情，就是举着你的那个牌牌的那种表情，那种给你专门给你画的表情。我是公主，我走了，爱你们。音乐呢？音乐呢？音乐呢？没事，一会儿我去陪你。啊、好的，好的，好的。真的挺舍不得的。别哭，别哭，别哭。好，那么让我们欢迎 F 恰电雾。屋子，你要是打的还没听分分高，你就立马滚下去啊！走了，拜拜。啊！有请下一位男嘉宾登场。情人节快乐！哇，这是、是对我说的吗？这什么？这什么？哎，我头上有小皇冠。你因为你是现在的冠军，因为你是现在的冠军，我分儿了。对啊，之前的分不算吗？清掉了之前的分。没事，那些已经是我全部的分了。你早说现在是个人单挑，你早说现在个人单挑，我不现在上了吗？啊，那个是晋级赛，这个是总决赛。对，就是说你在你我晋级赛打五十万晋级呀、啊！哎呀，有人没玩明白呀！哎呀，我急了，我咬人了，我马上赛程没搞懂，我咬人了。那么我们进行到下一个游戏环节先。下一个游戏环节，哎，皇冠真好看 ，CW， 谁都国家之门。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要进行。你非得抢我帽子是吧，弟弟？哦，好看，我一个。你非得抢我帽子是吧？啊，你我待一会儿嘛，我还没戴呢。不是你戴、啊。你俩先抢着。我待一会儿。你俩先抢。我看一下一个五球连。抢完了吗？抢不过的，抢不过是吧？那我们先发福袋呗，发呗。好，那么我们先准备发第一个福袋，第一个福袋是手链，五个手链。我们的关键词就是，还是发光发热吧，好吧。就我们永远就是发光发热，就是到了八十岁了，一百岁了，一说啊，你有什么想说的吗？繁星发光发热，来，
发光发亮，发光发亮吧，我也听懵了，给我听懵了。发热的话应该是灯泡吧，灯泡应该是发热的。啊，原来是这样。哎呀，来，先发第一轮福袋，发光发亮，发光发亮。你带够了没？差不多行了。嗯，等会儿，待会儿再待一会儿嘛。哎，我怎么8万多了？谁送的？我进去瞅瞅去。五个福袋，来，在哪发福袋？待一会儿嘛，待一会儿嘛。你待一会儿差不多行了，你行了，别带了。这不下来恨死。谢小谢，谢 W， 谢谢杠，谢那个，谢拜拜，谢猫家带来，谢小五。别带了，别带了，摘了，摘了。嗯，别低头，皇冠会掉。繁星是发光发亮，我们这个福小五送错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发福袋的过程中，我们要么就是每一位歌手我们开麦和大家说一句今天想对大家说的话吧，刚刚一直没唠叨说对吧。嗯，顺便给自己拉一拉票，我们争一下这个前三好吧，好不好？鬼鬼好，你先开始吧，我们一到八。我先开始。嗯，那就是大家慢慢送啊，不要送到大头上了。就是我想戴个皇冠。就是皇不皇冠的不重要，只想和你们说我爱你们。好了，鬼鬼姐吧。啊，完事儿了。完事儿了呀。今天这么重要的节日你就说这三个字。那就你们也能不能也爱我一下？不过也是啊，这三个字胜过千言万语。你们能不能就是那个什么，我的小可爱，弄弄皇冠给我戴？你不戴？哦，你要摸摸踹。来，这不死去的老梗吗？来吧，有点远。BGM 交给我吧。OK。啊，我是 iFX 点山鬼，这是我和我的鬼家军们过的第一个情人节。我们从八月份一直到二月份了，也是整整的半年了。今天呢，是我和我的鬼家军们过的第一个情人节，也是我和六九搭档迈中年。我觉得今天这个日子真的我挺开心的，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们说。首先呢，我想谢谢我的鬼家军们对我的爱和对我的支持，真的很幸运遇到你们。还是那句话，记住我们的约定，还有我的那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你们要相信你们现在所爱的这个少年绝对不会让你们后悔的。情人节快乐，爱你们，我的国家军们。你这样显得我刚刚说的话很呆。啊，那给过你机会了，你就说三个字。我最后再说一遍，好，来，绿水仙姐。啊，那就给他就行。怎么打开煽情牌了呢？那就我也很谢谢你们小闪电们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那呢，我有一首歌要送给你们，好吧？希望你们可以认真听。我还没唱呢，你就唱上了。两个皇帝名翠柳，你还没有女朋友。雌雄双兔傍地走，你还没有男朋友。一江春水向东流，你还没有男朋友。问君能有几多愁，你还没有女朋友。抽刀断水水更流啊，你还没有男朋友。被小丑丑更丑啊，你还没有女朋友。路见不平一声吼啊，你还没有女朋友。此去只因天上有，你还没有男朋友。我也是条单身狗。
OK， 祝你们年年情人节都能听到我给你们唱的这首歌，嘿嘿。太棒了！我欠揍吧，这小子，多感人啊！唱得好啊！大家好，我是小陈啊。我来繁星社的话，我的啊，来繁星社的话也有快半年了，然后。在繁星社的话一直觉得这里的气氛很好，然后在这里待得很开心，一路从八月底啊到现在遇到了很多人，怎么说呢，很喜欢在这里吧。也很荣幸今天能够和大家一起参加这个活动啊，陪大家一起过情人节。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能变得更好，然后给大家带来更多有意思的事，好听的歌，然后也希望大家一直支持繁星社啊。然后我说完了，给 K 弟弟。到我了吗？那就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吧，认识大家已经很久了，很多人也在一直陪伴我，心里都有你们的名字，很谢谢大家的喜欢和支持吧。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的话，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呗。那我们祝，有情人的话终生眷属，没有情人的话，咱们祝，一定能找到真心相对自己的那个人。世界上一定会有你的爱人，你要等，知道吗？他总有一天会手捧鲜花走到你的面前。这是我们一起过的第一个情人节，但一定不会是最后一个，好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爱你们，比个心，但是你们看不到，来吧，给云宝接。伴奏，不太会说什么煽情的话，谢谢你们一直在，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其实爱对了，每一天都是情人节。谢谢大家，误解了。刚开始煽情，就那会儿，我记得我刚来听是6月27号晚上8点第一个档嘛，然后遇到了挺多可可爱爱的小粉丝，然后谢谢你们一直在我最想开摆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一直陪着我，哄我。然后谢谢你们一直在吧，就爱你们，祝你们情人节快乐，以后每一天一起过。好，给谢谢吧。好，我是孙宪，这个是繁星社第一次举办的一个情人节，应该往后还有很多很多个情人节跟大家过吧。然后感谢喜欢我的小朋友们，在这么多歌手里能够对我偏爱吧。然后感谢大家的喜欢和支持，一直。然后我会好好播下去的。只要房间还有一个人，都会一直播下去。然后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喜欢。好，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 ，nice， 谢谢大家 ，OK， 然后给我们的软宝，好，那我再说一次，不，马萨卡，马卡巴卡，马卡巴卡，马卡巴卡，这个也不合适，那就和大家说一下吧，就是，我来繁星比较早，我是繁星开的第一天就在这儿了。其实这是我和大家过的第二个情人节，但是可能第一次过情人节的时候很多人还没有来啊，这是我在繁星过的第二个情人节。那么我觉得情人节这个东西，怎么去定义呢？就是和喜欢的人待在一起，和让你开心的人待在一起，和让你幸福的人待在一起，去让这一天变得特别有意义。那我觉得今天这个情人节和你们在一起过得很开心，天下
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我觉得我们已经成功了，爱你们。好，不煽情了，我们唱首歌吧。我们这个让皇冠奖得主弟弟，怎么又是弟弟啊？不行，你唱过了，不给你唱。屁，我都唱过了，我都唱过了。我们唱吧。怎么这样？一到八吧，一到八。一到八，一人一首吗？嗯。一到八，一人一句情歌王。因为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欢自己的姐姐嘛，对吧？后面还有一个环节，还有一个游戏环节。不玩了，没事没事，那听您的，主持人，听你的。也不是不行，就是我们投票，投票表决也可以，都可以。这个游戏不玩也可以。气氛都到这儿了，咱们就一人给我们的姐姐们唱首歌。那我们一人唱半首吧，好吧，就是等于是送给大家的一首表白的情歌，好吧？一人一首吧，一人一首吧，好吧？好，谢谢，也有他的小仙团，你也有你的小月亮，我也有我的鬼家军，也有小闪电，小陈也有他的粉丝。好，这是我们这次情人节最真挚的祝福，好吧？好，我那个什么，我去六九的那个麦克风唱，我这个麦克风唱不了。啊，这个组操太拉了，这个麦克风。好，有没有谁想先来唱这首告白的情歌呢？枪打出头鸟，我想当那只鸟。好，你来。好，我唱一首平常没唱过的天歌。喜欢，祝你们情人节快乐。好，好，再说一个。刚刚那个就是上一轮福袋开奖了，刚刚忘记和大家说了，煽情把这个给煽过去了。我来读一下中奖名单啊，没错过牛奶 CC 威化饼干逆夏，还有苏黎。这个中的是五个平安扣，大家记得去私聊大头号的那个唯一关注翻译社小助理。
记得去把这个地址给他，并且许一下愿啊。来，下一个谁来呢？下一位鬼鬼要唱。好，等一下。等会儿，我还想，我还说点话呢。OK， 那个一首《公主殿下》送给我的鬼家军们，好吧，送给我的公主们，你们要相信，你们所喜欢的少年会为你们披荆斩棘，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好，一首《公主殿下》送给我的公主们。天亮了吗？没有啊，我刚听到公鸡打鸣了，好像。
公鸡，什么？他说你打鸣呢。打啊啊！我有点哎哎。来来，九射击。哎，行了，就这样吧。九射，社长啊，你接。行，我接。来，一首好久没唱的歌，我其实没多少情歌。一首《Moonlight》送给大家。哎，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刚才开了个小玩笑。希望以后的每一天都会有你喜欢的人在你身边。你的想象是我昨晚的梦，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It's alright 如果记不清楚我来陪你告白 Just do wanna do and then do wanna do 你的想象是我昨晚的 moonlight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It's alright 如果记不清楚我来陪你告白 Just do wanna do and then do wanna do、hey. Stay there 不要急等我过来哦、oh, 你的爱像礼物 baby 一样拆不开我喜欢把你梦放在你的窗台你说过的话像是今天Don't go. I'm trying to say for get more close. Say when you go, I don't know why I'm so sad for you. Even you don't feel my feel, 可是我还不能说太累 I'm drinking on a say, 你那天很美。你像梦里见过再多变了 day 就 Cause I don't really want, really want.下一个男明星呀、啊，小陈，哎，那我来讲一首，来吧，啊，来吧，祝大家情人节快乐。用尽所有的方式再得到你的名字此刻放心要怎样才不流失在这多彩的舞池霓虹下你的影子那么美我感觉我的心在痛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 baby我闻到你的香味 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 Darling, Darling, save me Darling, 进入了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我也不想心动啊，可是有人他叫我宝宝。哎啊，宝宝，你是注定派给我的天使，抚慰我不安的种子，让这枯萎的生活重新发枝。谁是最美的情史啊？我不说。霓虹下你的影子那么美，我感觉我的心在动，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 baby, 我闻到你的香味。 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 Darling, Darling, save me Darling, 进入了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 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 Darling, Darling, save me Darling, 进入了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就在转身的一瞬间，你性感地占领我视线，心跳已融化在音乐，告诉我你的感觉。你什么感觉？你什么感觉？你说。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 Darling, Darling, save me Darling, 进入了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你快来救救我 Darling, Darling, save me Darling, 进入了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你说说话，你说说话嘛。咋了？怎么有人不说话呀？怎么有人没说？怎么有人不说话？嗯，好听，爱听。说了呀，什么？来，赶紧再点点赞，我们离1314还差的有点距离。主持人，我们现在，哎呀，你怎么了？他怎么了？喂喂，主持人啊，我们现在的点赞是多少？我们现在点赞是多少？我们现在点赞差不多是1000万整了。还差314万、还差300万。怎么说？放手 DJ, 咱们直接给他整上去。直接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直接你到1314开启大礼包。对，我们直接开启大礼包。大礼包，点一个赞，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中间再抽一个礼盒，好吧？我们再抽一个福袋，里面是5个礼盒，好不好？开火车晚点会开的，一定会开的。虽迟但到，对，对，虽迟但到。来，丹塔上礼盒，礼盒是来繁星过情人节。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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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宝还没唱，我也没唱呢，一会儿唱啊。礼盒加载中，来繁星过情人节。还剩谁没开过口？我和云宝没开过口。一会儿我和云宝再一人唱一首就行了啊。咱们就是豪横，咱们就是送。好了吗？塔，仔仔唱过了呀，仔仔是第一个唱的呀。你们的仔仔不是第一个唱的吗？给我腾3分钟出来，快点。福袋卡了，福袋卡了，我们先唱歌。那先唱歌吧，云宝先接吧，好吧。啊，行。嗯，唱个跟情人节有关的歌。我这有关吗？这有关。怎么你会变这样？
你的玩偶，帮你把烦恼统统都赶走。哎，自私的我想要单独把你给贪图，写了情书却一次次的删除。我不是安徒生，给不了你童话，可为了打败光头强化身为熊大，你总是让我琢磨不透，赖着你一辈子都不足够。当我们从陌生变的时候，愿为你谱写出最美的独奏，为你从屌丝变成老师，为你吃最好吃的小吃。此时此景你想吟诗一笑，我还要拍手称赞说好吃好吃。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过。想要问问你敢不敢，想你你会怎么想。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下面放把大剪刀，你说我敢被心就把我剪成大脸猫，我怎么敢的冷战都超不过三回合，每次都要跪键盘，我真的拿你没辙。你要最美的照片我给你拍，你要天上的星星我给你摘，可你越玩越嗨，越发的搞怪，居然叫我来相寻，用挖掘机来炒菜。这个臣妾是真的做不到，我扮了很多的鬼脸可你偏偏都不笑，我假扮过大白 cosplay 过松鼠，看过恐怖电影你能哭上一个钟，我的公主，我猜你一辈子都长不大。我最喜欢听你在睡梦中去讲胡话，你个萌萌是上帝派来搞笑的吗？眼睛红红，我最爱的女孩子找到了家。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想要问问你敢不敢，谢谢大家。既然，哎，我先宣读一下刚刚五个福袋的中奖名单啊：温暖的光、橘梨、ZZ 叶 ZZ、墨染染染染、小宝啊，五个中奖者中的是，我看一下中的是什么来着？中的是礼盒。好，然后这个咱们一会儿最后按累计的分来算，不按这个加密大作战了，因为系统有点卡，好吧，大家体谅一下。来，弟弟，快快快，唱，快快！哦，好好好，我来了，这个模式卡的，不要介意啊。有 bug。我怀疑纯粹针，我怀疑纯粹是针对我，我的皇冠刚戴上。唱歌都喜欢你，都喜欢你。亲爱的，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吻你的那一刻？我们俩不顾家亲炎热，只要自由自在的快乐。你说的要把你抱着，像你勾搭的水晶盒。我答应为你写一首歌，里面装着我们的幸福呢。约会已经不用联系，每一束花都真心真意，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喜欢的是你的微笑，我的雨天被你照耀。喜欢的是被你拥抱，温暖微妙。喜欢的是你的裙角，四季都被春天环绕。喜欢的是被你需要，种下记号。亲爱的，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吻你的那一刻？我们俩不顾家亲热，只要自由自在的快乐。
着，像一个无价的水晶盒。我答应为你写一首歌，里面装着我们的幸福呢。约会已经不用联系，每一束花都真心真意，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喜欢的是你的微笑，我的雨天被你照耀。喜欢的是被你拥抱，温暖微妙。喜欢的是你的裙角，四季都被春天环绕。喜欢的是被你需要，种下记号。每一束花都真心真意，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喜欢的是你的微笑，我的雨天被你照耀。喜欢的是被你拥抱，温暖微妙。喜欢的是你的裙角，四季都被春天环绕。喜欢的是被你需要，种下记号。好的，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来吧，给燃宝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谢，再唱一首。哎，好，嗯，唱一首《海绵宝宝》。情人节快乐！在想奔走。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这个模式卡住了，它必须得到时间结束了才能就是自动关掉，没有办法主动把它给关掉。也可以重进一下，重进一下，退出去重进一下也可以。重新进一下就好了，手机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重新进一下。好，嗯，成了。喜欢你冷冷态度，面对我的下战术，喜欢你说话语速，陪你逛街的衣服。我喜欢你的小糊涂，想要向你过马路，不用走太多地图，下一站就叫幸福。眼睛睁大再说无辜，原来错后于事无补，不知你买什么路，心里没数。追你的青春被残酷的在你心里的温度，你收的礼物都装满了一仓库。慢慢说，有机会要紧握，我不会让你轻易挣脱。平时太沉默，这次要突破，还是如海绵宝宝的幽默。喜欢你冷冷态度，面对我的下战术。喜欢你说话语速，陪你逛街买衣服。我喜欢你的小糊涂，想要向你过马路，不用走太多地图，下一站就叫幸福。喜欢你冷冷态度，面对我的小战术。喜欢你说话语速，陪你逛街买衣服。喜欢
谢谢大家音乐，谢谢大家，元旦快乐啊，给软吧。嗯。